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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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看看看，这刀匪崽子也想拜师学彭公刀，这不是做青天白日梦吗？啊，<笑>那是，有些人是比我们兄弟厉害，谁赢了马上就去拍谁的马屁。小崽子，你他娘骂谁呢？谁拍马屁谁知道啊？围起来，有种来呀！围起来，围起来，围起来！ 怎么，身上有口破刀，不敢往外拔呀？啊，别装成缩头乌龟呀！站住！哎。 江西男人里出角色了，啊！让人下了刀，连声都不敢吭，好威武，好硬仗！<笑>挂口破刀就想充男人汉子，你们也配？哼！
呀，好，大帅，来，大帅，还有。 滚呐！看什么看？滚！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滚！我还以为他沈家琪有多了不起，啊！原来是脓包师傅教一群脓包徒弟。哎呀！怎么？还想找打？是逮不赢你们。 够了没有？打不过人家就打不过人家，你劈几个碗就打得过了。等我把碗劈成两半，打他们根本就不是问题。瓷碗，瓷碗，天生易碎，世上有哪个劈得开瓷碗的刀？有。彭公当年就能用刀把瓷碗劈成两半，大湘西几百年的规矩。 谁能把瓷碗劈成两半，那才是最厉害的刀客。那都是传说，传说还不是越传越神？你们也当真？他们讲的没错。阿爹，先生好。刀劈瓷碗不是传说。阿爹，这世上真有那么锋利的刀？ 瓷碗既坚易脆，即便是天下最锋利的刀，也很难将瓷碗劈成两半。然而劈开瓷碗的，一定是刀客的心。真正的刀客，心专则易专，易专则利专。 以全心之意立于一处，全身之力集于一点，心无旁骛，则刀下无所不摧。草木之柔，瓷碗之坚，皆迎刃可解。